穿给我儿子，穿给我孙子了。谁会买大饼巾戴在身上？太勤快了你。没行情啊，没行情怎么买？不要那么谦虚嘛。这怎么卖？两个一个。两个一起嘛。两个28哦。好东西。这种颜色是不是像你说的甜甜的？嗯，对的，没错。苗小姐，你学到东西了。这种就是甜甜的，这怎么卖？那个8万。8万呢？这个黑黑的是像你说的那种猫水吗？还是？不是，它就是肉，它肉就这样子，对。黑的看着还挺舒服的。老板娘，你叫这么高，我都不好意思还价。你可以还啊。15000。那差太多。诚心想跟你买的。我知道，你曾经我也曾经差的距离太多了。有多远？你说。那个他们卖家都要4万。要4万啊？1块还是2块啊？1块，那就真的有点远，加不上。跟别人出的都差挺多的。嗯，老板娘要是真的是4万，我就真的没有办法谈了。但是很喜欢。主要是你看的比别人差的还差一距离啊。2万，那还差多少？谈不下去了，谈不下去了，我再加个几千。你看看多少？25000，不然我就走了，不会再加。看过一下吗？嗯，他们家东西也漂亮。你说的这个甜甜的，它适合做什么？它适合做瓜果。树面的那些小东西。对，然后适合做葫芦，就是要难切。它这个有光的，你看到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这个有光。它这个光跟那个种水料那个光不一样。它到时候如果要是取出来的话，是不是种水又会更大？起荧光那种胶质感很好的，而且就是因为太小，那价格有点高，所以我们下不去手。但如果它是一个大石头，我们就给得上价了。那如果像它这种取的话，需要取厚吗？还是说薄的？一定要取厚，它这个胶质感很好的。哎呀，开张开张，烂一单。今天那么巧，买了2单都是25000。那就证明你那个买鱼机都是顺的。啊，听你的好话，来付过去了啊。不去赚啊，大赚。这个还真有机会大赚。啊，大赚。我还以为你要整件做百件，这个真的是有机会大赚。它这个黑够黑，然后这个白种水够好，而且没什么裂。这个要是做一念之间呢、啊，这市面上就很少品质这么高的一念之间。我说我完全没有想到一念之间，我想到你会不会做整件做百件？做百件也可以，做挂件也可以。这个种水的漂亮的不得了，就是它画的还不够，画的要是有它开价28万那种料子，我就给他买。他就是没有。我们今天给价5000的加是很震撼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起点。低加价高，所以他怕这个客人会溜走。这个料子呢是白够白，黑够黑，而且它不是雪的、啊，它是真正的木脆啊。这个我想过啊，看看做一个一念之间，但是要先这里切开，然后这里放一片出来。如果是说纯纯的这样放一片呢，看一下这个厚度有多厚。纯纯放这片，到时候这片还有20的厚度，但是这边没有啊。它这边没有，主要是这里还是有面，后面这片是不是要先砍下来？一念之间是可以做这是一个面。这里中间还有颜色呢，我想先做一件，我之前有发上去的。那一种，它也不要太大。哎，感觉好像是有刀片，如果先从这里，先别管那么多了，这样直接放一片出来，放8毫，然后剩下的留着。我再想一下做什么。我们要做那个方案，它那个不能太长，知道吗？这里刚好有一条裂是斜的，这里裂到这里来，然后这里还有一点裂，然后这里刚好可以做2线。我说的那个方案，不要做一模一样哦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念之间，它不是说一个魔一个神，而是另外一个你自己。我本来没有想过它可以做2线的，现在可以做2线，我想狂妄一下。好，一件就是做我发上去的那个参考图案，另外一件你可以做我，就怕你们做不出来。你要做一个一念之间神魔就很简单，但是为什么说神魔会简单呢？就是它那个大家都没见过嘛，你大饼不一样嘛。天天见，还有这里做出来也是可以去巧一下的，至于怎么巧，因为它这个黑它不是卷啊，是墨翠啊。哎呦，打不通啊！这么顶级的墨翠为什么会打不通呢？没有通过来哦，那就做2件吧。下面那一件你看着，我的倾向它也是那样子去做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调皮一点。一念之间，到底是何意？花开生两面，人生佛魔间，一念。是我们现实世界的写照，有恶的念头要及时损止，保持原则，不要迷失自我。心若向善则为佛，心若向恶则为魔。我们一念之间，它不是说一个魔一个佛，而是另外一个你自己。每个人呢，他都会有不同的两面，有好的一面。也有不好的一面，我们的正面，它一定要大一方面，邪不压正啊。看得我自己都好笑起来了，心情好舒服。
不这个不叫赌石，你这个是假石。你以为是说切开了，只要是里面是翡翠就不算造假吗？你这个造假的已经被抓了现行了。你这诈骗分子，如果你不退款，我将会去鉴定机构做一份全面的质检报告，包括你这个原生皮壳，做一份全面的具有法律效应的质检报告来找你。卖石头是这样子的，首先你要对种有一点点基础，你好歹也分出来它种好还是种不好，还有肉你得分得清楚，这个肉细还是不细，你首先你要分懂这一点，你连这一点都不懂你怎么去赌啊？你这里去给我打个孔，因为这件除了我能戴的，就只能传给我儿子传给我孙子了，谁会买大饼去戴在身上？除了大饼自家人就没有别人了啊！所以这个打个孔，然后呢上面呢一个扣子，就是孔要打牛鼻孔啊，不要打直孔，然后呢上面是要豪华一点啊，像这个钻豪华一点点，然后呢写一个字就可以了，顺啊。因为我告诉你，每个人呢，他都会有不同的两面，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的一面。这个是不好的一面，你看这么生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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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生气，要这样笑笑的，你看气得不得了，你看。所以呢，我们做这个一念之间呢，它是有个讲究的。什么讲究呢？理论上呢，它是做什么题材都可以，只要是有正反面就可以。这个就是正面，这个就是反面。那么呢，我们的正面它一定要大于反面，明白没有？邪不压正。对，邪不压正啊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这个头了没有？还有一点点，它这个头比这边要高一点点的，正要比斜的高，看到没有？这边雕薄了之后透出来了，铜水是很漂亮的。跟这个比呢，就太远了。你看到啊，我们做这个一念之间，这个是一半怒相，一半慈悲相。然后呢，你看了一下，高点啊，白的还是要高一滴滴啊。为啥？邪不胜正。哎呦，还有我的大顺。哎，像不像我啊？没有，对，因为这个他不可能说打灯就这样背着阳光会透，这个录像像不像？像不像我平常骂人？我听说你到处去跟人家说我在骂你的话，你要不干了是吧？那你就不干了、啊、那不干我怎么办呢？没有。很搞笑，但是我在这里呢要炫耀一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做这个人物造像这一块啊，当然我们不是说特定的雕这些观音佛比较常见的，就说雕人画像，就是要雕我这样的，它很难，真的很难。不信你们雕刻师，你雕自己试试，绝对是很难。厂长呢，我让他这里镶钻，他就帮我省钱。我本来是这里一圈钻的啊，他就给我整个土不拉几的，但是主要治好啊，顺。哎，你展示了没？没有。好好拍，因为毕竟要找这样的料子，它不容易。可是水还是短了一点点，要是能用这个走，哇，那就美了。你觉得网友，哇，你觉得网友们会觉得是哪一个雕的比较好？肯定是你这个，这个比较常见的。对，行吧。